大家好，原住民族电视台传承了台湾的文化，并且透过多元的族群文化跟世界接轨，它是亚洲第一个原住民电视台。过去创办的时候其实我是创台的台长，我以这样的一个角色为荣。原视已经十周年了，我祝福原住民族电视台未来在承载着原住民族的多元文化以及和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角色继续发扬光大，让原住民族电视台成为所有台湾人、世界各国的人喜欢的电视台。